我们武汉里虽然是处于边界，可是我们每个月也是照样在做环保。做环保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清除我们病媒蚊的一个病媒那个滋生源，就是要把这个轮胎清除。其实那个轮胎都是在占地方的，所以把它清除掉，然后也同时在宣导我们的民众，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个水桶啊，这些都要把它倒光，把它刷洗干净哈。这是我们预防登革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，希望我们大家都共同来落实。谢谢大家。